也小的也不算。啊，中等的。中等。因为你要凑好多规格，主要是。其实它可能它是对小的瓶子可能就产量是要高一点。啊，高一点，大的里面。大的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的，对产量没那么要求高的。没什么区别哦。大同小异啊，没什么区别，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对。哦，有可能就是多了一个倒槽吧。嗯。那就换一个吧，就多了一个这个没多这个。嗯。没什么区别，就多这个东西。啊，就多了这个东西啊。对。其他的就没有这个了吗？有可能没有。啊。但是灌油它可能就不明显了。嗯。这水明显。它冒泡太明显了。对，明显。我再来看一下那个把它一起焊了吧。嗯。